menu 啦，咁我從事地材供應嘅，嚇，記得就 OK， 咁就啊我 family 啦，我太太我仔仔啦，嚇，咁我自己都好多嗜好嘅，你見到啦，有單車啦，咁就玩下水啊，打下波啊咁啦。咁其實我喺做工程做地材咧，其實就都超過廿幾年噶啦。我由1994年開始啦，即係唔打唔撞 headhunter 揾到份 jardin 嘅工，咁啊開始咗我個賣地板地氈嘅事業啦。咁就一路跟落去啦，做過歐洲廠代表啊，喺歐洲嗰邊誒試過即係受訓啦嚇。我連鋪地板我都識噶。咁都係大威啊！歐洲喺荷蘭度學。咁另外就係做過啲誒好出名嘅項目啦嚇。咁我2012年開始我就出咗嚟自己開始做生意啦。咁咩叫地材咧？其實即係因為我哋學咗國內嗰種叫地材嘅，其實係地面材料啦嚇。咁地面材料就係你哋眼見嘅地氈地板啦。啊，羊毛地氈，因為地氈都有好多種嘅，咁有啲就係塑膠地板啦，有啲叫 LVT 啦，即係 luxury vinyl tiles 啦，啊，甚至乎有而家近期好興嘅 SPC 啦，即係叫石塑地板啦。我哋仲可以做運動場啦，啊，咁有啲啊 floor carpet 啦，有啲比較特別啲嘅地氈，啊，或者係有啲 woven vinyl 有隻好特別嘅 vinyl 啦，去織出嚟嘅。啊，門口氈啦，門口氈我做得最即係出色嘅就係啲機場咯，所有嘅門口啦、登機橋啦，嚇都係採用我嘅地氈嘅，包括terminal 嘅廁所出入口。咁有啲各地唔同嘅牌子啦，啊有啲係代理啦，有啲係分銷經銷啦。咁我主要嘅客户咁就基本上香港。政府啊、機場啊、房署啊、學校啊、大小建築師啊，咁我近期最大嘅客户都係 BNI 啦，啊，因為 BNI 俾我嘅生意個比率越嚟越高，啊，可能我出邊懶咗，嚇，啊，咁我淨係接 BNI 嘅生意都 OK 嘅，係啦，咁講到機場啦，咁我香港嘅登機橋啦，右上角，咁都換咗好幾年噶啦，由門口氈到膠地板都係嘅，咁左上角嘅北京首都機場啦，啊，咁中間下邊嘅就而家機場嘅所有嘅 terminal 嘅 entrance 啦，嗰四個大門口啦，啊，都係我做嘅。咁，啊，右下角嘅咁後生嘅可能未去過啦，呢，這個就係以前嘅啟德機場，啟德機場裏邊嘅 terminal 嚟嘅。啊，咁當年我應該係1994、1995年嘅時候，我已經喺裏邊 handle 緊呢套地氈。咁一般嘅商業地板啦，咁嘅 Starbucks 啦，啊，咁有隻 Woven Vinyl 嘅都幾係瑞典嘅，啊，到而家都繼續做緊。銀行啦，不過銀行而家少做啦，匯豐都冇咩分行開，啊，咁就等下啦，睇下遲啲有機會再做多啲。咁學校啦，咁前期我做好多英基嘅國際學校。即係全部嘅地氈啊、班房裏邊啊、圖書館裏邊啊，都係我做嘅。咁而家個趨勢唔同咗啦，學校都係翻翻轉頭用膠板啦，膠板因為嗰個防菌啊、清潔啊容易啲啦。咁會所啦，咁我有啲產品係做會所，好出色嘅。啊，呢度係家匯啊，應該啟德嘅，做咗年零嘅啫。啊，咁我哋即係設計師設計出嚟，咁我哋去。跟佢嘅設計去裝鋪啦，啊咁頭先講過啦，機場啦，啊咁當然呢啲項目就唔係經常有啦，啊咁我哋一路都 keep 住有做維修啊保養嘅情況嘅。好啦，時間應該差唔多啦，咁我需要嘅 referral 即係你哋咁多位啦，即係包括所有嘅用家啦、建築師、設計師啦，啊咁我反而即係希望多啲corporate account 啊，即係你嗰啲機構嘅連鎖有連鎖店機構嘅公司啦，啊，咁我懶啊嘛，可以 sell 一個就好多 job 做，啊，即係例如 Starbucks 啊、Pure Fitness 啊，咁都係我嘅客嚟嘅。咁，啊，我今日嘅分享大致係咁多。
唔該曬。好啊，唔該曬 Danny 啊，咁啊非常之好嘅分享啊，咁大家咧揾地財咧就一定要揾我哋嘅 Danny Wong 啦，就真係唔使周圍去。